在童年的时候，因为父母要出外谋生的关系，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很自然地就落在我的身上。我很记得有一次，我有一个最小的弟弟，有一天哭得好像只熊猫一样走来找我，家姐啊家姐啊，大哥打我，打得我很痛啊，向我投诉。那我问他，打你哪里啊？他呢，打我这里咯，这样说。那我给我看看，他就很快脆地除了那个下半身给我看。原来那个大哥用了一种很硬很硬的胶拖鞋，真的很出力地打下去。我很清楚地看见有一个人在这里，而这个人里面写着 Made in China。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，是啊，没错，大家都是中国人，都是兄弟姊妹，何必呢？